近日，青岛即墨一网友称，自己行驶过程中遭黑色本田车别车，下车理论时双方发生推搡。该网友称对方疑似酒驾，随后报警，但遭到派出所和交警双方推诿。11日，即墨公安通报，接到张某某报警后，指派派出所处警，已成立调查组，对张某某反映的问题及接触警过程进行全面调查，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别动啊，别动啊，你怎么了？你看，在这录着呢。干什么的？不骗我！电子山一路，电子山一路，那就是东山一，说故意别车的是吧？对，故意别车，确定哈？嗯，是派出所处理。他现在别我车以后，把我撞了，把我撞着走了，怀疑他们现在还有酒驾，就是派出所处理。我上派出所了，派出所是找你们。